不进前十没有积分，是不是必须得进前十啊？咱也不用第几，就进前十就行，是吗？一天一进吗？我好像我看了规则，应该是一天一个。谢谢小豹记者。哎，小豹记者是毕老爷吗？我这给我整的有点懵了。我记得好像有个什么战地记者吧，那个叫，都给我整懵了，是小哥啊。前十有年度积分，那我们就前十就好，我们的礼物都刷八折完了。没有点响应的兄弟们记得点一下响应，手机上方能开真爱的话，就是不用多支持菲儿，就开一个月的1块钱，完了每天记得来看看我，完了打卡点心做做任务，就是刷个1毛钱的礼物就行，完了坚持着看我直播不啊，刷礼物那个不，就是这个礼物啊，1个月1块钱的门票，这小孩真会说，是吗？那你没碰见真的会说的，欢迎我蓝天哥啊！你没碰着会说的，你会说的能给你说迷糊喽啊！是不是巴掌，响应不了了，为啥呢？上面手机上面就越往后越难。越往后越难，电脑用户在这个地方开着爱，怎么响应不了了？不能啊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啊，召唤完了响应了。哒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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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也点不了响应，你退出一下再进来呢，我的哥。完了，战役任务还差31个。包裹里边那个心，桃心，试试。这个黄色的红条，点中间不能响应啊！点中间不能响应，不点响应。再来一个。不行，昨天我都奶刺儿了，说的你开完了你怎么不拉呢，就差一个都恨死你了。以后我再拉的时候不能唱歌了，我就专心的我3824。哎呀，你时间不短呢，24分钟我不能唱歌呢。34的话就将近半个小时不能唱歌。那我就当聊天休息一会儿，就是对那个点响应。特想听菲儿唱《百万的吻》在网页听，好，那我点这个响应过了我就唱，这样吧，我们响应完了唱就不耽误事了，行吗？我们响应完了我们唱，我还怕被耽误事又干我，他们现在都，我告诉你，以前主播说了算，现在我管不了他们的，说干他们老大就干他们老大，惹不起。点那个响应的地方点个响应，但不用，现在不用花钱去开哦，就是你们有小号可以进来点一下，完了3把呢响应。我们响应过了我们就唱歌。我先给你找出来100万个吻，虽然说你没有我们家的马甲格式，但是你确实是冲着菲儿来的。我也很想给你唱一首歌，惹不起躲不起吗？不能躲，躲了还得干我。你要不直播，我去，你第一天行啊，你第一天行，第二天行，第三天指定有事儿。我告诉你，我都掐指一算，都经过好几回了，只要你不直播就干掉。躲更邪乎。龙哥，你别耍这个，我都过不去了，我都11了，你能不能长点心？我这歌，欢迎龙哥。完了，没有点响应的点一下那个响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！百万个吻，
们确实好长时间没有唱了。我笑一下，我一脚给你踢一下。我想我们今生一定是情人，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。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，我想你一定来往个来生。Oh,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这也是女人。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，划过我心门。Oh,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。少女情怀总是喜欢你样子，一丝丝的犹豫和一丝丝欢喜，不求你能陪我一辈子，只希望能拥有百万个来生。 Oh,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我左等我右等，等一颗心发亮的青春，惊动你灵魂。 Oh, oh, kiss，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。我想我们一定一定是情人，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。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，我想你一定百万个来生。 Oh,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这也许女人。你的眼神像一道闪电，划过我心门。 Oh,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成真。少女情怀总是喜欢你样子，一丝丝的犹豫和一丝丝欢喜，不求你能陪我一辈子，只希望能拥有百万个来生。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我左等我右等，等一颗心发亮的青春，惊动你灵魂。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。百万个吻，闪电划过我心门。 Oh, kiss, kiss, kiss， 我祈祷这一生所有的梦都经过你一夜成真。百万个吻，谢谢啊。好，没有点响应了，宝宝们把那个响应点一下了啊！完了，没有做真爱任务的兄弟们，把你们包裹里那个免费的真爱任务一定要做一做啊！那个免费的任务好可重要了呢。那个啊，因为现在非常时期，我们不能跑偏，要正常的唱歌，知道了吗？我给大家转播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给放个录音啊。这个地方有个响应，大家可以点这个正常的话会有个响应这个小地方，
这个不叫追加，你们叫响应就可以了。我们还差一点点，感谢。哇，谢谢，我第十了。谢谢，感谢守护田杆，谢谢田杆加六哥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嚯嚯嚯！好了，包裹里边这个每天就赠送一个专属礼物，我们爱心还差十一个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没有点响应的可以点一下响应。谢谢那个龙哥，谢谢相逢哥、海风哥、灵兔哥、宝贝哥、清长哥，还有似水流年哥、雾哥以及月下哥、落月哥哥，还有明哥，他们都每天说两次了。吃饱了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我下直了播再吃饭。完了这个地方。啊，没有点响应的，就是花一块钱开一个月，但是哦，开完了一定要坚持每天做真爱任务啊。我不要求第一，我就要求前十就行。我瞅一眼啊，这个前十难不难？我的妈呀，我想稳住前十的话，我估计我得。我好像你们要守塔哟。